今天很高兴为各位介绍，欧洲第一品牌德国莱斯特顶级木地板建材公司做的最好的产品，就是木地板。那木地板他们有多层复合石木地板，就是这个欧洲豪宅们的入门槛。所谓入门槛，就是你要有讲到豪宅的，就是用顶级的这个多层复合石木。那也展现出德国这个大公司的气魄，然后80几年来已经有200多项的专利产品，在于木地板的或者是木建材的各项产品的精准的制造或精品的制造，一向都是做最好的产品，然后做最好的服务为他们公司的理念跟信念，所以它可以称的是木地板界的宾士级的产品，也是这个木地板的这个领导品牌，那也创新了很多新的技术跟新的产品。城邦是在业界里面是也算是超耐磨地板的开山鼻祖，公司成立至今也快满24周年了，所以对这个装潢业也有一定的责任，为广大的这个台湾的民众，把德国最好的产品、最优的建材、最安全、最无毒的东西介绍给各位。相信如果有用过的客户，我敢说80%以上都满意。当然这种产品可以在业界拍胸脯保证的，那有用过的客户都可以跟我们成为好朋友啊。那所以我们秉持的把最好的产品给客人啊，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。